神哥选好报告，通话准备完毕。北京明白。神舟十二号，我是北京，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与你们通话。神舟十二号明白，对立。立立。海胜同志、国民同志、洪波同志，你们辛苦了。我代表党中央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，代表全国各族人民，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。谢谢总书记，谢谢全国人民。你们是进驻天河核心舱的首批航天员，将在太空驻留三个月的时间。你们在太空的工作生活情况，时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。你们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啊？生活怎么样啊？你们的工作还顺利吗？感谢总书记关怀，我们的身体状况很好，各项工作进展顺利。我是第三次执行任务，在天河核心舱工作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。我们中国航天员在太空有了长期在轨运行的家，身处遥远太空，我们为伟大的党和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。报告总书记，我是第二次执行任务，能够参加这次任务，我深感使命重大，无上光荣。后续我们将执行两次出舱活动和操作机械臂等一系列技术验证试验，我们一定精心操作，确保各项试验圆满顺利。报告总书记，我是第一次进入太空，已经适应了失重环境，饮食起居和工作都状态良好，还能与家人视频通话。我们的太空家园很温馨，很舒适。我们对完成好后续任务充满信心。很好啊，看到你们的状态很好，工作也顺利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建设空间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这将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做出开拓性贡献。你们呢，是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无数奋斗者、攀登者的代表，希望你们密切配合，圆满地完成后续的任务。祝你们在太空工作生活顺利，我们在北京等候各位凯旋。我们一定
牢记总书记指示，不辱使命，不负重托，坚决完成各项任务，请总书记放心，请全国人民放心，敬礼，敬礼。